车磨亚架串联百万名画，千万超跑，一级南部知名精酿啤酒厂商，十七日在台南举办跨界联名品牌日。SOCO， 凭着你的想象力去想象。哦啊，所以我说这个什么国邦乐，这只是一种名词而已。但我们在这里聚会啊，有缘分嘛，就是像人生的一个国邦乐。因为喝出健康就是我们公司最终极的目的啊。就比如说今天那个吴董，他可以用这个贴膜，也是要保护车。那喝酒不是要伤身，是一种很愉悦、很奔放。为了让消费者爱车上好的保护。X-Auto 特别引进来自比利时，有着75年历史的顶级磨料 Graftipi， 搭配参详是伫手术房当中的精密手法，为爱车加上犹如是犀牛皮同款的坚固外纱。因为我们贴的磨料呢，它因为是顶级的磨料，所以客人的车子我们在施工完成之后都会放在这边，然后让客人就是把窗帘拉起来，客人交车的时候窗帘一打开，哇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氛围。那我们另外还有两间湿式的包膜室，因为我们在包犀牛皮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怕把脏东西包到犀牛皮里面去，那就是我们那个湿式包膜室呢，它其实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，等于是一个围城式的空间，那里面呢它还有水格，所以在我们包膜的时候呢，它的那个尽量减少它颗粒包进去的一个几率。不只是经营保护而也才表示因为 Graftipi 的车磨原料是用 TPU 的材质，有刮痕主体修复特性。我们的磨料呢，它是 TPU 的材质。那 TPU 材质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，第一个就是它有刮痕字体修复。刮痕字体修复，它就是我们一般洗车的洗车纹，或者是你不小心有一些钥匙啊，或者是包包里面的一些金属的一些东西，不小心碰到，只要都在它可以修复的范围，它都是可以完全修复，而且看不到刮痕的。那第二点，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呢，它可以抵抗小石子的攻击，就是我们开在高速公路上，有时候被石头打到，你有几率是膜不会破掉的。那万一打得太大力，或是石头太大颗，或者是角度太尖锐，有可能它膜料会破，但是也有几率保护到你的漆面不受伤。X-Auto 欢迎民众前来台南店体验经典工艺手机以外，买当欣赏到国际级优惠创作，感受上顶级车模体验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